什么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，父独生子荣光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能胜过光，凡信他的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。